阿斯塔谢兰信息，关于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。通灵瓦尼亚罗德里格斯，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我是阿斯塔谢兰。今天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和极大的幸福来到你们中间。正如这里已经说过的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没有太多的大惊小怪，也没有过多的干扰地球本身的能量。想象自己现在在太空中。不，不要给我那种你看不到的花言巧语。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。把你自己放在太空中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星球。发挥你的想象力，你会的。所以，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漂浮在被星星包围的太空中，被行星包围，我可以说，被天使包围。看看你周围，小光点在你周围闪烁。正是天使在这个地方，为你带来了你现在需要的所有保护。你不需要看到有翅膀的天使，就可以确定他们在那里，你只需要敞开心扉，感受他们充满爱的能量。然后，你漂浮在太空中，受到天使的保护。你的星球就在你面前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球，你几乎可以把它拿在手里，因为你和它的距离很远。所以看看你的星球，观察它的美丽，观察它是如何散发出光的，仿佛它的表面上闪烁着四处闪烁的小灯。不，它们不是灯。你的星球反射到达其土壤的光，卯宿六 Elsian 的中央阳光。您现在将收到一副特殊的眼镜，它们会出现在你的手中。戴上那副眼镜，你现在看到了什么？你不再只看到你的星球，你看到了数千个，或者我甚至可以说，你的星球周围有数百万个点。黑点，是的，因为你在的距离，但它们每个都在发光，它们也反射中央太阳的光。请注意，在每个极点上都有更巨大的东西。那么你看到了什么？北极有母舰，南极有母舰。谁拥有这艘船并不重要，那里有什么银河家族并不重要。这两艘船已经为你们的星球的自转而定位，已经在缓慢发生的两极旋转。你的星球周围有数百万个亮点，你几乎看不到你星球的蓝色表面。这些点就是我们的容器，环绕地球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盾牌，就像一个伟大的保护壳，为你们星球上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提供保护。不要认为这里的宇宙，你所在的地方，已经忘记了你的星球。那些曾经统治他的人仍然站在一旁，因为他们仍然不怀好意，有某种可能会出错并迅速摧毁地球的幻想。但这不会发生。我们是光之存有，我们是拥有巨大神圣火花的生命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心中的爱会用我们的生命来保护这个星球。所以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以对抗这个星球，直到它上升。在那之后，盖亚，地球母亲，已经是银河联邦的一部分，并将拥有进化行星上存在的所有保护，永远不允许低振动存在的回归。所以，现在摘下你的眼镜，你会看到地球再次闪耀。重新戴上眼镜，行星被一个粉红色的大气泡包围，它用一个大的绿光气泡改变位置，它也用一个大的紫色光气泡改变位置，用一个大的蓝光气泡改变位置，用一个大的白光气泡改变位置的气泡。
这七种颜色混合在地球周围，每种颜色都发挥其主要功能。蓝色在新意识、新世界的产生，黄色为所有人带来意识和智慧，粉红带来爱，几乎无条件的进入所有人的心，白色带来平衡，为每个灵魂带来最大可能的平衡，绿色带来治愈，紫罗兰将所有低振动能量转化为爱和光。不，我没有忘记红色泡泡，它在所有其他人之外，你现在会看到它。它是力量、权力的泡沫，但不是为了权力而权力的泡沫，保护之力、活力之力，这个星球所需要的能量之力。再次摘下你的眼镜，你会再次看到你的星球，美丽的、原来的自转。现在你将被带回你在物质世界的位置，在地球的表面，在眨眼之间。不要忘记你所看到的，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你身边。这条消息的目的是什么？只是为了向你们表明，我们正在为我们的船只、飞船开始大量出现在你们的天空中的那些亮点奠定基础，向你表明一直以来撒在你星球上的伟大谎言的第一点将被摧毁。你在宇宙中并不孤单，你只是宇宙中数百万其他种族中的一员，光是出现就已经惹来不少麻烦。我们不会做任何事，我们不会说任何话，我们只会出现。观察响应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。我们不怕你的攻击，我们准备好面对他们。那些相信我们会保护自己的人，将与那些统治你直到今天的人的能量产生共鸣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一直在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保卫你们的星球，清理你们的星球，摧毁任何来到这里并定居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基地，没有其他的。所以要为一些混乱做好准备，但这就是它的样子，不时的小露面，让每个人都想自己想要的，与自己想要的产生共鸣，相信自己想要的。时间本身将证明真相，即我们不会对来自你们星球的任何攻击采取任何行动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这个时间快到了，在他的时代，他非常接近。所以只要敞开你的心，准备好接受所有无条件的爱，我们将同时为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居民散发出无条件的爱，无论是谁，将进行联系。地球上的某些人将被联系，他们将被邀请与我们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伟大的解放进程。所有将统治这个星球的人不再专注于自己，而是专注于整体，已经团结起来。不，这些不是将要到达地球的存在，他们已经在地球上，而且我们经常遇到他们。我们将开始与一些精选的人一起扩大这个光与爱的网络。正如你所说，有血有肉的人有必要亲眼看到，能够说出传播关于我们的真相。我们如何生活，我们如何行事，以便在未来，我们最希望您张开双臂接待我们。但我们知道这很快就会发生，但我们需要地球上的这种支持，以产生友谊的感觉，展示我们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。这些人将传达我们的信息，并证明我们所说的话，以便信任过程能够发生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将能够在你们星球上的任何地方着陆，而不会受到冲突或攻击。无条件的爱付出一切，不求回报。目前，我们只要求尊重。
我们不会要求被爱，而是要尊重另一个种族，尊重与你不同的其他存有。但我们知道，这个征服的过程是缓慢的，不会一蹴而就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地球上的众生的帮助，以便能够有效地展示我们来的目的，为什么来，并创建一个大联盟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变化的时期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三维空间中了。所以，我们也做日常工作，以便能够在你们的维度之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，以便开会、交谈、交流想法。一点一点的通过获得你们的信任，这个过程将会逆转。那些为第五维度做好准备的人会来找我们，然后我们将很容易将我们为你们星球所计划的一切付诸实践，保持平衡。所有的射线都在地球周围活动，向任何人寻求帮助，请放心，您将收到及时的回复。阿斯塔谢兰 Esther Sharon，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